日前有网友爆料，偶遇到春夏和金大川一起吃火锅，并称看到两个人亲嘴了。还有网友晒出两人的情侣手机壳，疑似恋情曝光。如果真的坐实，那么就成为2019年的第一对情侣。对此，不少网友也纷纷热议，并且觉得这对很般配，十分好看。因为金大川就喜欢那种文艺气息浓厚的女孩子，这一点和春夏十分符合。况且二人都是模特，也有共同语言和爱好。更有网友透露，其实早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，就有人爆料春夏和金大川在一起了。而这次被网友偶遇到，二人甜蜜亲吻，再次印证了恋情关系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